主要就是这是内侧，这一侧。现在你修的。对，现在这一侧。嗯。你这边这个角度更狠。你这个现在是锐角，都不是直角了，往回窝了，已经这么个角了。对。别动啊、嗯！如果有感觉，你也不要动，没事，我要收收嘴。没事，我这只能承受住自己抠点儿的。哎呦，这能吗？嗯，没事。你看这边上锯条一样。你自个儿抠咋的？你自个儿抠疼，你不动了。所以你就感觉哎呦。